好，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现在人在北投，哪个北投？台北市的北投区。哦，北投的什么地方？石牌路。因为我在走路的时候，忽然间走一走之后，发现了一只黄金猎犬啊！问了之后才知道是我们社团里面的人。黄金猎犬叫菲比，菲比，坐。菲比叫，菲比叫。忘记了，好不好？北投石牌区。